欢迎来到吃到饱的吃鸡小课堂。今天赛季终于更新了，那么也就意味着赛季手册也更新了。可能有的小伙伴从来没有开过赛季手册，那么我想看了这期视频，你会立马跑去开通一个。今天就来教你们如何白赚1400点券。首先我们对比一下金手册和豪华版有什么不同。首先是价格，金手册是600点券，豪华版是1680点券，足足贵了1080点券，也就是108块。但是你仔细左右对比一下，就会发现左边和右边大致是一样的，不同的只有200热力值变成了400，然后是额外提升20级的手册等级，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东西，20个等级可以慢慢升，反正最后都是能满级的。最关键的是多出了这个飞行服，要说好看吧，我已经有火箭少女的飞行器了，这个属实不行。那么总结一句话，就是让你用108块买20级的手册等级加上一个飞行服，该怎么选想必你们心里已经有数了。那么接下来看看手册都有什么奖励。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点券了，大宝也是从一级看到了100级，发现一共能解锁20个点券奖励，一个是30点券，也就是说当你赛季手册满级的时候，你就能返还600点券，而开通也就只需要600点券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个手册是白给的。不仅如此，还有这个荣耀勋章的奖励，一份是5个，大宝算了一下，到满级也有10份，也就是50个荣耀勋章。众所周知，荣耀勋章一个也价值10点券，那么这些也值500点券了。另外你们开完手册之后还可以去外面领一个首充礼包，里面也有30个荣耀勋章，那么总共是多少点券呢？手册返还的600点券加上手册里的荣耀勋章500点券，外加首充礼包的300点券，一共是1400点券。朋友们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白赚1400点券，到时候你还可以拿这些勋章和点券去抽军需，想想都美滋滋呀。另外手册还会赠送3套时装和5个枪械皮肤，听了大宝这么一算账，你们都心动了吗？那么今天视频就先到这里了，我是 Z 大宝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